Hello guys， 我是 Zico， 今天终于又要来继续进行大家最喜欢的 MLB 的秀23辉煌生涯模式第三集。在上一集影片底下留言，非常多人跟我讲说，欸 Zico 影片看不过瘾啊，可以用长一点吗？真的看得不够爽啊。OK 的啊，我有听到你们的心声啊，所以还没订阅此频道的赶快订阅起来，影片帮我按赞按到爆，广告看好看嘛，追踪我的所有社群媒体，你们越大力支持我，我就做出越棒的影片给各位。先来帮69 Zico 换一下装备，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有获得一根球棒嘛，身为台中棒球队呢，就是要换这一根非常帅的球棒，重点是颜色从黑色变成红色，非常骚包，有没有？拿在这个上面看起来根本就是要打架一样，超级屌。你过来啊！再来就是这个武功秘籍，还没有人告诉我这到底是什么东西。然后呢，我就莫名其妙多了一罐香水。其实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香水，还是涂在某个地方的精油啊。A prospect receives a check-in from his agent, who wants to make sure his client's career is being launched in a way that suits the young man's goals and ambitions.我是989运动代表队的 John Kent， 作为一名二刀流，你对这种前进的想法感觉如何？我喜欢他，我爱他，我想上他。我可能会喜欢，但我想思考一下我的确定角色到底是什么。我不喜欢，我更想专注于打击和某个位置。我不喜欢，我只想专注投球。当然选择第一个啊，爱爆二刀流啦。John Kent 回答说，你更想要取得怎样的平衡？我想要专注打击和某个位置，但是偶尔投点球。我认为自己是一名终结者。转念一想，我应该只想要专注于某个位置。最后一个回答选项就是，我只想要做投手。我想当先发投手，然后上场打击。简单来说就是两个都要啊。波特兰海狗队目前5-0，还没吃过败仗。来了，各位，台中棒球队来了，拿着红色球棒，一看就非常凶啊！一局上半，一二垒有人，我一定要先轰一个。妈嘞，先轰出去啊！哎，好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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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，漂亮！哎呦，上来直接一个安打，有没有？改成这种打击方式，直接狂轰一波啊！这球真的漂亮，红色棒球棍就是有加成。而且他刚好没接到，落在他前面了、啊。如果被接到的话，就是直接出局了。看一下队友会打出怎样的表现。哎呀，没有，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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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面70号这位投手很猛哎、欸，直接把我们这一个人给三振。哇，挥棒落空，可惜，真的可惜。73号老兄，靠你啦，轰一个吧。有有有有有有有，这边这边，双杀、啊，靠腰被杀掉。没事啦，我们69 Zico 再度上来了。妈嘞，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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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吸一口气，吸一口气。六局上半还是0-0，然后这个雾越来越浓是怎样？这一球我要用 power 的打击 ，power， 干拎阿妈嘞！直接跳来九局上半哦，2-0了嘞，我们还没拿到任何一分哦。轰一个，轰一个，轰一个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安打，安打，漂亮安打，漂亮安打！一垒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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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还是有机会，还是有机会。队友也轰一个吧。哎呀，直接被三振呢，哭哦！对面那个投手84号有点猛，这应该是终结者了吧？看一下哈、哦，轰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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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又被三振，哈 ？What the fuck？ 哇靠，这个 Jackson 太溜太溜，真的猛啊！终结者86号老兄，轰一个吧！干，天哪！这个应该是游戏剧情故意设定的吧？直接结束呢，我们输了呢，我们拿到第一次败仗呢。好啊 ，GG。才刚说没有吞过败仗，直接5-1。第二场比赛准备开始，这一场一定要来血耻，好不好？刚才直接被虐杀，零分呢，整队零分。一局上半，林Zico上来了。喂喂喂喂喂，往我的鸡鸡那边瞄是怎样？要爆弹是不是？辛亥爆哥爆弹哦 ！What the fuck？ 我要轰一个。妈嘞，轰一个没有，超棒这一球，可以，一垒就一垒就一垒就，哎，好像可以跑到，好像可以跑到二垒，好像可以跑到二垒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啊，你阿妈嘞，你阿妈，哎哎哎，好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至少我有帮助到队友上分这样就好。我本来想说一垒就停了，他给我突然跑到二垒是三小，控不住哎。Tyler Keyman 没关系啊，球往这边飞啊，靠腰，Zico 干嘛？Zico 干嘛？
哎、欸，好球！为什么我的 Zico 有点控不住啊？哎、欸，四局上半我们再度上场，目前海狗队1-0，一垒有人，再轰一支好不好？各位，轰一个全垒打给各位看啊！下雨了，天空下雨了。哎、欸，坏球！下雨的好处就是什么嘛？投手可能控不太住啊，要涂润滑液啊。What？ 来来来来来来，又是坏球，可以哦，我这个选球有了，好球，漂亮！跑啊跑啊跑啊！他干嘛不跑？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哎，刚才我这个队友还往回折返是怎样？被我抓到哎、欸！开了，轰一支给林北看呐、啊！有有有有有有有，这边靠压，哇、哦，这就没办法。剧情一定要我们被双杀、啊，我已经跑很快了，飞毛腿。这一球 ban 出去，刚好飞到那边，然后直接传给二垒。这个我在跑的有够快哈，一定也来不及啊！我要再轰一个全垒打。Nope， 啊靠！要靠、欸！等一下，我按错，我按错，我手滑，好不好？下雨天我的腰杆比较滑、啊。轰一支，轰一支，好球！哎，来得及吗？啊，直接被双杀！一局上半满垒，我们这一半很关键。我觉得不一定要全垒打，算了，来一支全垒打好了。有，可以吗？啊哭啊！这么棒的哦，这么棒的板垒被我搞砸了。那我还不如一开始直接打短垒，不是短垒啊，短打试看看，搞不好还可以抢分呢。哇靠嘞，真的还假的啦？十局上刚好平手，所以这棒很关键啊。那我觉得可以打一个第一个就好，不要太难了、啊。来来来来，这球一定要轰出去，关键一棒。哎呀！完蛋！十一局上 ，Tyler， 靠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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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，好球 ！Safe， safe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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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很关键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完了，完了，完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哎呀，没办法，这就没办法。这一场打得太刺激了吧？一直平手。OK， 掰了这一球，轻松松接杀。OK。我的发，我的发，我的发，我的发！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转过去，太晚了，太晚了，太晚了！他突然跳出那个符号，我突然不知道干嘛哎、欸，怎么突然3-1啦？刚才我们队友有人轰出去是不是？果然队友很燥啦，又要再一个往这边飞，我就知道，跑跑跑跑跑跑 ，out， 想偷跑是不是？想偷跑是不是啊？所以啦，波特兰海狗队又再度获得胜利啦。虽然说那一球轰出去我没有看到动画，但没关系啊，就是好球，赢就是好球啊。这个雨越来越大是怎样？会不会等一下有龙卷风又闪电啊？超夸张哎，这个雨是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波特兰海狗队6-1，天气非常好，一定要戴个墨镜啊，不然那么刺眼，我怎么轰全垒打对不对？台中棒球队就是要先来一个。红棒飞超远，可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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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垒可以吗？行可以哦，行可以哦，行可以哦，行可以，行可以，行可以，慢慢一点 ，OK。一上来先轰一个，哎，靠腰干嘛啦？干嘛啦？干嘛在动啦？为什么我的角色都会自己乱动？这一球二垒安打超漂亮，超爽的，舒服。其实好像可以跑到三垒哦，但是我想说确保一下好了。哎，好像不行，刚好这样子二垒就好，这个三垒应该跑不到。但是你看我这个角色突然自己在那边动，丢高呢，还好我有赶快飞扑回去啊。呜呼，没事没事。这球接杀，轻轻松松啊，传给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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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吗？哎呀，来不及！我一定要轰一支全垒打！妈嘞，又是一个漂亮！安打，安打，安打 ！Safe， sweet。哎呦，他们没传到，那我偷跑！啊、靠！哎、欸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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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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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。OK，OK，OK， 碎碎碎碎碎，这一球漂亮，真的漂亮，太溜了啦 ，Zico！ 但是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穿42号啊？哈，他这个船是三小船，哈？怎么看不懂？哎、欸，哇吼，好帅哦！哦，好帅哦！等一下，我发现怎么每个人都是42号啊？每个人都是42号是怎样？保送，注意哦，三垒满人的啦！保送，保送，真的哎，好像每个人都是42号哎。哦，好球，这一球！回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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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！哎呀，这被截杀，没办法，那跑来跑去像智障一样。Number 69 69 Zico 再度上场，我一定要轰一个全垒打啦！五局上半了，还没轰一个全垒打，有了吗？这个够远吧 ？What the fuck, motherfucker！ 八局下直接变3-1，是三小，完了完了完了，真的完了！看一下这个球会往哪边走，
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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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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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杀出局，接到，真的在哭欸，我们输了哦，完啦，到底那个对方又是哪一只在轰啊？都不给我看一下被轰的样子。那我们再打下一场比赛啊，就一直打就对了啊，反正呢会越打越强的啦，好不好？波特兰海狗队6-2，对手4-4，今天直接输两场，一局上直接1-0，这么屌、哦。妈嘞，轰一个，有吗？漏接，好球，他漏接，我就知道，有没有？我就知道这个系统会让我漏接啊！队友轰一只，队友轰一只，完了，又是被三振，感觉我们的队友轰不太出去、欸。哎，又想要触身是不是？来喽，又是一个四缝线触身球，这些球他应该会投中间。我要直接投全垒打，可以吗？够吗？够远吗？烦呢、欸，怎么都是中的啊？轰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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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有了，全垒打吧，这全垒打吧。哇塞，还没全垒打哦。有，尴尬，直接变双杀，到底在冲杀回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海狗队也是照常获得这一把胜利啊，我们的贡献非常极大，直接帮助海狗队呢拿下第七胜。Baseball is the best game because baseball does not have a clock. 有人可以告诉我这段没有字幕是正常的吗？还是要自己去打开啊 ？Because there is no clock to bail a team out. 27 up, 27 down. 投球教练 Michael Snow 跟我们讲说，零在出场之间进行正确的牛棚工作，对于你成为怎样的投手至关重要。怎么会这样？但是第一个啊，什么是怎么会这样？你在牛棚训练是让你变得更好的事情，纯粹而简单。所以说现在我们周杰伦又想干嘛？击球笼还是牛棚？那我个人觉得啦，去练一下牛棚好了，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练过打击了嘛。一样有三种训练，那我们就先从第一种开始训练看看，都从最简单的开始。哇，等一下，所以刚才是训练好的意思吗？我都不用干嘛就训练好了，那我们直接打下一场比赛吧。对手也是7-2，欸，感觉好猛哦。那感觉这场比赛蛮关键的，因为我们应该要上来投球了。果然，我们二刀流真的要上来投球了，帅 ，Zico 真的帅，太帅太帅，这个角度真的是像周杰伦啊。先发投手69 Zico 啊，有点料啊，真的是有点料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非常 OK。好喽 ，R1 一直闪，叫我们投卡特球是不是？来，投一个。压低看看，比较容易出滚地球啊！卡特球来一颗，哎呦，真的出界了呢！要叫我们投四缝线是不是？右下角来一颗，直接杀下去了啦，舒服，93迈。哦，他在一颗就要拜拜喽。右下角角角，可以，打到懒蛋的啦，掰了三振，回家睡觉喽。有没有？回家睡觉，再用一次神卡球好了。哦、这个声卡球好帅哦，真的好屌、哦！当初王建民也是用这个杀片天下无敌手啊。再一颗四缝线，右下角，哇，可以 ，out， 直接回家睡觉、哦。两人出局，教练又要我们投一颗声卡球啊！哇，才刚讲这被轰掉，哇，直接让对手上了一垒，可惜可惜，两好球喽，来一颗变速球。Sweet， 直接骗他出手，四缝线右下角。哇哦，回家睡觉喽，掰了兄弟。哎呦，可以，直接又一个三振，舒服。再来一颗变化球啊，完了，这球变化球投太高了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一样给他三振掉。真的，教练不给我打击耶，所以说我们二刀流该不会是？一场投球，一场打击吧。话说，有人知道 CH 是什么球吗？可以底下留言告诉我吗？我好像不太知道 CH 是什么球、欸，哎。呜呼，可以哦。这个的话，一垒回家，来一颗 CB 变化球好了。刚好压低，哇，压的点刚好在那个下面啊，超级完美。又是变化球，三振了。对嘛，完美 ，perfect。四局上我们海狗队有人得分哦，可以哦，2-0哦。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压制对方打击者，不要打到就好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有了，喂喂喂喂喂，好，没事。最喜欢这种高飞球，这种接杀哈、哦，轻轻松松啊，省投球数又可以直接 out。再一颗四缝线。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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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，啊 ，OK， 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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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我以为要全垒打了、欸。哦呦，刚刚好又压在那个线上，
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四缝线真的好玩欸，不是啊，变化球真的好玩欸。哎呀，他没有出手，会看哦。好啦，男子汉大丈夫啦，茂野吾郎直接红中一颗，好球，也是一样 out 嘛，对不对？都在我的计划之内啊。五局上半喽，还未失分哦。喂喂喂喂喂，没事没事没事，他刚才要补位啊，但是不用我也可以啊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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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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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这个投手乱跑，我这投手要来卡人了，我要卡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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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按住哎，老兔，然后要牵制是不是？牵制，这边这边这边，牵制 ，out 了吗？啊，这样 safe 哦，他骂我再一次啊！啊哭啊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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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再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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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我好雷我好雷我好雷！变化球变化球。哎呦，完美呢！落在那个角角哎，这一球轨迹真的超帅，认真超帅，看来是赶快把他杀掉比较好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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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什么鬼？这什么鬼？这什么鬼 ？Double play 是不是？所以说等一下我们要先传二垒，再传一垒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 ？OK， 先传二垒，快点传二垒啊，然后再赶快传一垒啊，双杀出局。这一球真的漂亮，球打出去刚好弹到手上，然后瞬间呢传到一垒。杀掉之后，再赶快传给一垒，三球都一模一样的位置啊，看他打不打到。哎呦，不要打到了，快快快快快，球给我，球给我，球给我！妈的，不给我是怎样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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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高飞球，出局出局出局！我去看一下这个要被出局的人的状况，关心他一下。哦呦，完的，这全垒打吗？这全垒打吗？应该不是吧？还好还好还好，我以为是全垒打，听那个声音有够响。现在出现这个任务，那我选第一个就好，反正我也看不太懂啊，看不太懂没关系啊，就尽量把他们全部三振就对了、啊。反正球队胜利比较重要，我个人数据还好啊，啊其实也蛮重要的、啊，因为我要升大联盟嘛，对不对？谁考？我们几乎要投整场了呢，终结者还不上来帮忙一下、哦，有点累呢。完了，哎，没事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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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我来就好，自己轻轻松松接到。喂喂喂，又是一个高飞球，又再度送他们回家。哎呦，完成任务哎，哇，莫名其妙完成任务，我就说了，投球哈，就是尽量全部三振，全部接杀，让他们出局就好，就很容易完成了。这一局把他们对手封住，我们就可以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了。先来一颗送给你。哎呦，他想短打嘞，所以说没成功，但是算好球啊，因为他出手了嘛。这边最后一球卡特球送给你，漂亮，深卡球，哦，算哦算哦算哦，他有挥出去就算哦，再一颗深卡球，哭哦，哎，可以接杀吗？好球好球好球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最后三球好不好？慢慢的用四缝线折磨你。哎、欸，这个位对手是不是那个长得像戈贝尔的那个啊？是不是又是他、啊？他长得也像戈贝尔，哎，是同一个人吗？可以哦，我说过，男人的对决就是中间直球对决，茂野林尼亚郎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掰了掰了掰了，哎、欸，回家睡觉。海狗队获得这一场胜利，茂野吾郎是对的。